观点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五号白菊。你好，小伙儿。好。那个，我看在短片里说你在海尔什么海尔兄弟公司上班。对。海尔兄弟吗？对。啊，那也有一个问题，我一直挺纠结。海尔公司不是海尔兄弟，海尔兄弟是不是动画片啊？是的。那不是啊，不是那算了。本来我想问问那海尔兄弟是不是一个妈生的，一黑一个白。这个我真不知道，等有时间我帮你问问。不，你想嫁你相中兄还是弟了吧？海尔的。你相中那个白的那个了。啊，没事，你放心，以后我要是咱俩成了，我给你生孩子，绝对不能生出俩色的。行，谢谢。海尔的老总如果无意当中在网络上看到这一期节目之后，他立刻把海尔兄弟俩人都变成一个色儿。来看下一个短片。